你是大唐皇子，这位锦鲤送你了。陆姑娘，你有没有喜欢的人？ 莫非……小香。 这个呢，是我们龙族帮的弟兄酒，这给最好的兄弟。这一碗过后，你就是我们龙族帮同生共死的好兄弟了。来，干了！来，干了！做不成恋，还可以做兄弟。